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今天呢，是开了一个三点低的弱势盘，那么沿路的下坠，三点低哈，这个一低、二低、三低，沿路的下坠，现在目前跌了229点，哇，这个跌得很深哈。估计成交量会扩大到3149亿，那么停损的卖压倾巢而出，很明显的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。本来我昨天呢还规划说，哎，这个只要跌到16500附近才有机会反弹，但是要站稳季线。那季线现在目前已经老早就越来越远了哦，在昨天还要站稳季线嘛，才有可为。那我们估计都认为，在这个两个双重的这个支撑呢，大概16500点有支撑，结果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，直接灌到16410，哇，这个跌幅蛮深的哈。所以相信说，大家心里是一定是不是很高兴的，尤其手上握有买宝买满的人呢，我相信心里是很痛苦。尤其是做 AI 的投资朋友，真的是很难过。因为怎么样，这一次大家想说这个黄仁勋来了以后应该会不错表现，结果事与愿违，而且甚至于是大跌的情况啊。比如说昨天的强势股，你看威盛竟然也快打到跌停板，打回原形啊。那么另外的秦城哦，这个也是跌得很凶哦，那七雄也是，七雄我们在这里我有跟大家讲，355我有跑了哈，然后再来看这个四星 KY， 其实四星 KY 在这边我就告诉各位哈，这边始终没有创新高哦，它本益比太高哦，这个但是外资报的很多，外资报很多，它将来还是会再上去了哦，那当然，但是目前你们假如去追高的人都套牢到，建策也一样哦。这个散热模组的建设破了600哈，这个是补跌了。那技嘉就不用讲了，技嘉我想有技嘉的投资朋友啊，心相很难过。我在上波段的时候告诉各位，这个已经 AI 已经宣告啊结束。广达也是如此，广达今天也是几乎破线哈，然后伟创更是都达到87.7块，建准老早就挂掉了，建准在这一次的时候就反弹就要逃命哈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光电也是如此啊。OK， 我们再看一下金像电。金像电我在上面的时候就告诉各位，这个股票啊要小心一点。那我们看到 AI 打成的这个样子的话，那这个行情真的是让人家欲哭无泪啊。那像我都有用所谓软体啊，我今天一开盘啊，我就知道这个挂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金头脑。AI 金头脑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。一开盘的时候就一开盘8:40就显现出来的，这个是卖方啊，16414，16这里先显现一个卖方，然后直到16447买进，但是又不行又卖出，哇，这个很敏感啊。哦，你看啊，这个你会更会使用的人在这边就做放空下去，但是因为今天台子期的结算呢，外资啊虽然只有期货只有1200多口，但是它就是要压低的目的是能够把它打下来，来建立11月份的仓位，应该其金呢，其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了，那没有办法。那这个尤其是在期货结算的时候，大家务必要小心一点。那么我们在买股的过程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我都非常的谨慎。明天台积电将举办所谓的法说会，我在这一波大部分都是受台积电的大联盟，比如说像晶圆电一样啊，这么好的股票也是照打下去啊。好，我买79跟80块的。好 ，COVID 概念股我也是倒打打下去，好的股票、坏的股票全部都跌，哇，这个是欲哭无泪啊！真的是，你讲股票爆很多人哦，那真的是难过的要命啊！
晶圆店我们这个 AI 晶头脑78.5块就已经叫买进了，沿路的上来。那你假如更长远的话，这个去年12月35.95块就叫买进了。那汉唐一样228买进的2404，这个都是比较好的股票。我们在买的过程我都买比较稳健的股票。今天破了，快破五日线，我们买228在这边买进的。这个你看今天大跌了200多点，它还是不会太跌，不太跌。为什么？我讲很单的道理啊，我是比较注重基本面的老师，你基本面不好我不会去买它。你看它九月份成长 156%， 比去年成长 86%， 大成长的股票。因为它是做无尘室，今年估计啊，以现在目前可以赚到25块。所以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讲，赚了25块的股票，240块不到。那一天我讲了以后有到这边，240块不到，本利比也不过9倍到10倍。那这种股票就没有，不是投机的嘛？我讲的3661，我那一天同样的讲这一档股票，我说这个太高了，它是莲花科。2454联发科的3倍，联发科它有它的条件啊，它就今天开低走高了，对不对？它有它的条件，你买股票一定要记得，跌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啊，涨时重视啊，你断强股票啊，很容易都受到伤哦。那我比较长期的操作的3036这一档股票，我在119块有告诉各位，我有卖了一半，3036，这也是好股票，它也快要慢慢下来。那等到下来，我还要再买，好，下来我才要再买。那事实上呢，股票在这边呢，我建议大家就是说，不是说今天跌了，我才讲说哦，你们要小心一点哦，不要买太多。我始终我就跟你讲，严选具体材的股票我才会买，不然我不会随便乱买。好，那我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AI 晶头脑AI 晶头脑，那这个软体啊是符合的 AI 的时代，新一代的 AI 晶头脑改的这个新一代的 AI 晶头脑所改经过改良式的，所以它反应非常的灵敏，所以我在它可以把股票啊2000多档股票浓缩起来，哪些是强势股，哪些是弱势股，分片的很清楚，强势股做多，弱势股做空，就是如此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们先把它打开哈，这个电脑打开以后，我们一般来讲就做长线钓大鱼嘛，好看长的哈。那多空双向哦，那你看啊，我们来，然后再把这个智能选股打开。今天是18号，那么我们先就昨18号来讲，来，我打开18号给你。18号它就自显现出来哪些股票是我们前波段有较劲买的比较强的，随时可以切入的。来，第一档就是红旗。红旗在这个10月3号23.35块叫买进，有没有看到这里23.35块叫买进？到现在为止已经赚了16.27%。昨天大涨，我这个是用的是30分钟线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行情一定要做短线，而不要做太长。你用日线显现不出来，一定要用30分钟线，看不行。酸就这样子哈，然后再来第二档亚德克，哦，这个是强势股，这个也就是你看亚德克是在9月14号叫买进的968块，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卖出的信号，哦，估计1210是一个卖点，然后再来前顶4908的前顶，4908的前顶是10月13号叫买进的，到现在已经赚了14.74%。哦，这个前几天我有跟你讲过。再来就是微钢，
威刚也是93.4块买的，哦，93.4块买的，8.14%，哦，联电我们就不讲，哦，啊，国际我本来就跟大家讲过，国际这个是要做很长很长的股票，这个要做很长的股票，这个就比较不在讨论范围之内，哦，兆力昨天涨停板，哦，然后再来看，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电脑所显现出来比较强势的股票，比较强势的股票它自然就会显现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来看即时选股，即时选股它会跳出来比较强的股票，它较劲的股票它会即时的显现出来。比如说光盛，光盛是在10月18号早上9点它就较劲73.2块，哦，今天一大早它就较劲哦，在这边的时候73.2块较劲，现在涨了4.64%。好，那箭头向下的尽量就不要去碰它，箭头向上的才能够碰它，这个叫做即时选股。那你也可以，这个你只要常常用的时候，可以把它打开自选股，你自选股可把它放进去啊。然后金头脑这边也会建立一些好的股票给你参考。好，那这个都是。我尤其是我们智能选股这一块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打开，这个就是一个日期打开，哦，像昨天它比较强的股票，它也会显现出来，哦，那系统它有没有大型号？有没有看到51块以上就是一个卖点？大型号这里有没有51块？我看嘛，51块以上大型号出现，大型号出现的这一档股票。已经到了满足的获利点了，你就不用再买了。你这个再买容易中枪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23.63的系统。你今天只要你看啊，昨天就已经告诉你51块以上不能追哦。你追的话，你昨天很棒啊，昨天几乎哇这样啊，今天就剁头灾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个会告诉你卖点。然后我们再来看最近的强势股，就是3715。好，3715，你看我这个软体告诉你，93块以上不要去追，所以这里以上这个大信号出现以上，你就不要去追，哦，就你去追赚的有限，赚的有限，哦，哦，是这个就是能够告诉你。进也可以告诉你出，这才是重点啊。如果他只有叫你买，一般只有叫你买而没叫你出，你赚不到钱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软体的特色，他会把强的股票告诉你，把弱的股票也同时告诉你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出弱势股来，10月18号，哦，我们把今天的弱势股把它弄出来。哇，第一档叫做秦城。你看秦城在什么时候叫卖出呢？在10月16号它就叫卖出，甚至可以放空，这个就是放空的信号。现在已经赚了13.54。再来四星 KY 的空点在昨天的10月17号，2615是空，哦，再来建策空，哦，这个是在10月12号就开始空了，旗宏也一样，我们在555块出掉。假如说一软体的话，在这个10月13号就已经走空了。你看这个是不是空的信号？来，我们再看川湖一样，在10月16号喊空赚8.75。再来联茂，最近的联茂成绩很强，在这里也翻空。在10月13号也翻空了，来，我一档一档给你印证，就是告诉你什么，好的软体它是多空双向的，你看我这里是不是多空操作？这里操作多空操作，所以你有这些股票，像金象电啊，这个就空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双红啊，这个就空了，啊。对不对？10月13号就空了，台药一样空，对不对？微盈来6669来空，微盈比较慢一点，在昨天才喊空，微盈在昨天喊空，
然后华硕啊，这嘛是空，华硕也是空，好，你看看这些弱势股，你我刚才所讲的这些弱势股坐落在哪里 ？AI 概念股都是坐落在 AI 概念股。那你有这一套软体，你还会去买 AI 吗？不可能嘛 ，AI 所有都挂掉了嘛。你有这套软体，你会买 AI 吗？你看伟创错该，伟创在这边放空。10月11号，光宝赶快，10月6号就是放空了。是永邦，哇，这嘛是错的。永邦、台光电在这里440块，台光电、新兴来，新兴更早，在183块，180块就走空了。技嘉一样。技嘉的空点坐落在285块，目前已经获利14.04。啊，那你看我做母了，但是卖好小，我也不改任何的数据。你看技嘉的话，他要做的话是在这边做空，做空上来反手做空，做多上来反手做空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是做多上来反手做空，你在所有的软体里面。在所有的软体里面，能够比我这个强的，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就是这一套才是你需要的，能够让你趋吉避凶。不该买的股票不要乱买。你们所看的软体，来，我拿一个简单的给你看。我用所谓的红买绿卖，这也是一个指标，对不对？到这边开始都是利了。我这个比别人敏感哦。啊，我这个叫做智能决策系统。什么叫做智能决策系统？它会显示出买进跟卖出的指标，卖出的信号。这个就是信号。三角向红色向上，它甚至于告诉停利点都会在哪边坐落。你上去以后，这边就是停利点。再来，这边空下去。第二个停利点在214块，第一个停利点在248块，有没有看到？是啊，285块空，第一个停利248，可以先补一半，200，剩下一半214块再回补。会较进，会较出，会停利，这才是厉害了。你们所有的软体，什么三线翻多、三线翻空，那卡烧了。那是十几年前的东西，现在新时代的 AI 时代，你用旧的软体，你用旧的东西 APP， 你怎么会赶上 AI 时代呢？你们那个是 past， 是过去的，过去你拿十几年的科技的东西来现在来在股票市场打仗，就是好像你拿一个矛。人家拿枪就一枪把你毙命了嘛，你怎么会赢人家呢？对不对？现在打仗是射灰弹，兵都不要出，先打灰弹再讲。我们这个就是类似灰弹，就领先指标，领先所有的市场，所有的软体。你们软体只要有比我好的，拿来比，我这个当场给你看，当场给你印证的，我一字不改，我不印东西，我就把电脑放在这边给你们看。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。我这一套 AI 镜头呢，华为去年推出，我在因为迎合 AI 时代，我去年就用这个 AI 镜头脑了。我早就用 AI 镜头脑了。那时候 AI 还不叫做，根本很少人知道 AI 啊。后来你们才在 AI。那么再经过一个新时代的改变，我的改良，新一代的 AI 镜头脑真的是打破天下无敌手了。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，有这一套可以趋吉避凶。所以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不管期货也罢，股票也好了，操作没烦恼。根据股票的多空位置，这个就好像跟一个有经验的人找有钱你的股票意思一样，使你外行变内行。这个叫做决策系统，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。快很准才重要，才重要是快很准。第四季感恩回馈，年终岁末欢乐大。
欢乐大放送。投资朋友 ，BB 开一颗有三颗的价值，你们买的软体都是 past， 赶不上时代的潮流。唯有这一套是地表最强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 AI 金头脑可以找出近期最强的股票，叫做系统啊，可以找出最强的股票叫电影系统。20块就开始较劲，电影36块，我37块一毛买的，我卖的比较早。最近高技很强，9月28号90块2毛叫买进，这里显示是113块要卖掉。来，我们来看这里的电脑，5439的高技，对不对？5439嘛，高技，他有没有叫你卖113块？有没有？这里一个大星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大星号113块？来，我们来看高技5439，有没有？大星号出现在哪里？在这个地方。113块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今天就跌停板，有厉害不？啊，在这边骗嘛，这个东西都在这边。来，我们再看技友，技友也是最近我说台积电大牛们8227，来，我们来看8227，来，8227，来，我们看，在昨天出现一个信号，221块。221块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8227，来，221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就是卖点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样子。它每天都会，它是移动式的停利。在我前几天有跟你说227块停利一点，它是不是有没有到227块？有没有到230嘛？那今天它一动，它就变成221块又要出了，啊，这是不是世界常用的？它都会告诉你答案了，你找不到了啦。长线钓大鱼，短线获利完，智能决策地表最强的这个神器，这是第一代、第二代的新一代的 AI 金头脑，让你受就是赢啊，就是赢。它会告诉你做空，也会告诉你做多。有这一套，多空都不是问题。我们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，赚大钱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